快快点，快点，抬高点，快快快点。兄弟，人来，人都跑哪儿去了？老鬼，老鬼算了，给我撇死啊！做他的大坑！不要打了，算了，老鬼，算了，已经。老钱，要么反了他，要么一起死，你们选一个。破坏抗战！别！支持抗战，驱逐日寇，支持抗战！上车！这里，什么？支持抗战，驱逐日寇，一路平安，一路平安。日本人，你疯了！别胡闹了，好吧？我自己的事情，不连累你们。您先走。听我说，曼丽，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命更重要的了。无有。别打！
医院接到师部命令，中午就撤了。命令来得急，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准备。这些重伤员一直是我负责，我不能丢下他们不管。姚盘，哎，我们连的弟兄嘞，还生几个，真的还在不在？怕是凶多吉少喽，活着的都在这儿喽，加上你，一共就剩这九个人，九条命喽。我们没得撤退的命令，看样子啊，是被上头网救喽。网救了，我们连我们连。百多个弟兄在阵地上苦苦撑了三天，援军连个影子都没得，他们还敢网救了？你们还敢跟网救了？没说，是搞的啥子鬼名堂吗？郝总，你这次要去啥子地方？这次我问一下。去不得，郝总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。我们连的弟兄不能白死。你听好，情况没搞清楚之前，啥子都不要跟兄弟们讲。天亮之前，我要是没赶回来，那老鬼带你们往西侧，把阿莫他们都带上。知道了。